机密问题，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话，他是不是私底下再回答您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回答是 董事长要不要回答，由他来决定。主席有裁事权哦，这是主席的职权，请尊重主席，好不好？那您现在不质询了吗？我当然质询了。好啊，那就请。要不要回答是董事长去决定的，不是你去决定的。我没有不让他回答，我只是让董事长私下来跟张委员报告，这关乎国家安全，我更在乎的是国家安全，好吗？影响他的这个质询的权，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的质询权。刚刚的时间是张委员的质询时间已经截止了，你可以提醒他。好，来，您要不要质询嘛？你可以提醒他时间到了，而不是这样子。主席可以做裁事的，这是主席的职权。好，多伟大。